此次发射的北斗三号导航卫星运行在距离地面36000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上，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，这颗卫星将始终在我国上空盘旋，这样就能大幅提高我国及周边地区的导航定位精度，这是 GPS 导航系统所不具备的北斗特色。低轨道卫星呢，种类、数量、研制难度都是位居前列的。